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买了点这牛肉，挑一些带筋的地方。今天做一个麻辣牛肉火锅，这筋头巴脑炖出来，这嚼这筋也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是也里边也有买了一些这个牛肉跟这个筋配着吃。冷水下锅，焯一下水，加点白酒，准备点葱姜蒜，一会儿炒这牛肉的时候放进去。这牛肉已经焯好水了，然后把它捞出来，清洗一下，把这上边的血沫冲洗一下。锅里边多少油，放入葱姜蒜，放入香料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草果、过期香叶，葱姜蒜炒香以后，放入一勺的豆瓣酱，郫县豆瓣酱，把这郫县豆瓣酱炒香，把这些水分炒干，再加入一小块的火锅料，然后把牛肉放进去炒一下，加入点生抽，加入两瓶啤酒，添入清水，这水适当稍微多添一点，因为这炖的时间比较长，汤里边添点老抽，上一下颜色。买了根萝卜，把这个萝卜切成这个滚刀块，一会儿了，那个牛肉快熟的时候放进去。准备点菠菜，还有白菜，一会儿了，吃饭可以涮涮菜。这牛肉已经炖了将近一个小时了，然后现在调一下味儿。调味儿的时候，这盐适量放就行了，因为那个豆瓣酱什么都有盐味儿。来点这个胡椒粉，再把这个白萝卜放进去一起炖。那么来吧，这个是筋头巴脑，还有就是牛肉，还瓶啤酒吧，你拿着吧。我喝远啊，那话说白了，你这个牛肉啊是带筋，软是软，烫。筋头巴脑这肉算是好的呀，算是吧。俺都是带筋的吧。是啊。都是。啊，带筋是吧？它炖时间长，入味儿就好香。这就嚼点肉去了。
辣不辣？不是炒。再炒了。你炒了。就是一股冷空气过来，东北那边还没那什么。都找你吧，妈的！本地人好好喝的，找中介说啥嘛？下边儿过来歪那地，你哪？你这玩意儿没弄过啥？嗯，烧肉，我进了。太筋道，不好嚼，你们牙口不行，我都是这。这粉条吧，粉条软。这个东西不好，他真是我的。这不中吧？炒面了。炒的好。太多了。八个嘛。你不是别嚼呗，别嚼。